他今天放蛮多枪的，对，蛮有点可惜。因为像他之前那样接，我上次跟他打的时候，他就这样一套下来，我就挂了，真的我就挂了。你只要一个边没有猜到、就是，通常都是会晕啊，打到晕了、你看他那一整套至少会有三个 reset 吧，一整套至少有两个，至少两个以上，至少两个 reset。一套就两个，哎、太夸张啦！你怎么打、我觉得 Ibuki 爆一次 V 可以放三个炸弹，对不对？也是只有两颗。好，就开始阿布罗说克里斯打西恩，双方金发对决，来一个流氓兵，哇，漂亮这个跳路，看下来，哇，这个抢没有，哇，这个退有中，晕了。我打到这边呢，弄错了，把对方带出角落，他弄错了。哇呀，缺反球确实，好，直接暴毙抢个伤害哦，好了一点气，漂亮，聪明，处理 ，OK， 好多点，好多点，偶尔吸了一个好多点。哇呀，对方还好，克里斯今天的对方反应不错。对，连队，这个相杀漂亮哦！前面两次浅浅是不是很敢？可是他如果只有一次浅浅的话就很危险。对，下来一次，哇，冲过头啦，被下中拳截停。好，等到，拜托不要在这种时候给我重新启动。启动就好笑了，启动就好笑了。不要按他，应该不会没事。继续收你的签字，脚刀，这是内许的节奏，抓。哇，这个中间切的刚刚好哎！哇，中脚，漂亮，中下来。啊，都肯吸的很好，哇，这个下中拳一个接顶，下来再吸一次哦。你也不用后续打了，就等你打过来就好。不要。哇，漂亮！这个对抗，反对抗哎、哦！六分、啊，这个真的很讨厌，我真的超讨厌这个。哇，这个对抗很重，下来，没有死后面，直接的，没有 reset 这后面漂亮。其实没有被骗到、啊。对啊，如果刚刚被骗到的话，应该是。可是这样就没有气了呢，有可以约。啊，他已经一个灯了、啊。你那个灯第三局没有气，但是克里斯之前是满的，对啊。好，神棍下来，哇，这个中拳康的，大家都在看赛程表，哈哈。好，再吸一次哦，帮自己稍微保好一下，有气比较重要。漂亮，这个确认，小哥压制中拳 Sony， 再来一次，哇，前前后后。再来一个，再摔一次，再来一个，没有了，这次没有了，这次换中脚刀，再切一次，又切一次，哇，三 F 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爆了，我爆兵，哎，哇呀，这个对抗太漂亮了，哇呀呀，许下第一局的是 CN 啊，这真的不行了，这个情况下不凹不行，克里斯那个凹其实还蛮有。意思的啊，可惜没有中哦。可惜看起来时间就是等他凹啊，看起来。好，第二局啊，意外的是先由西恩先取下第一局哦。漂亮，确认，不错。哎，是什么？他刚刚是起身用中脚的。你说要中脚打退康啊？我记得那时候刚出。没多久的时候，那时候乌里奥，对，乌里奥第一次就是乌里奥是谁啊？美国的一个玩家，什么 JUIL 那个嘛？对 ，JUIL， 他那时候好像是少数第一个就是发现的那个，就是退抗这个技巧。我不知道是他发现，反正他那时候在比赛中很常用这个退抗，然后你就看他那一场从头到尾就狂退抗，就退，然后就中脚退，中脚退，退到不行，哎、欸，
哇靠，三连敲哎！没错，今天第一个三连敲，今天第七个什么三升龙，有够帅！下来神棍，哇中拳，漂亮！这个踢背，哎、欸，这踢也刚刚好哎。对他一定限定要那个什么膝盖一下，不然他接不到。哇，这是没有退抗，你算退抗吗？带走了，好啦，带走，没有悬念，这里是第二局。哎、欸，乌里奥不是也有打？他好像接下来挂了，挂谁？啊，输给小象，是吗？对，乌里奥输给小象。我没有记，我记得乌里奥是输给小象，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有看到这一局。Sony， 哇、哦，这个中脚刀竟然被 TC 给截掉了。Sony 漂亮，中圈。因为其实狠哦，打内许其实你不好接近他，你只能等他自己踢过来，然后想办法插回他。你看现在这个距离，其实肯根本就不能干嘛。你有办法干嘛？你可能可以用那个旋风脚过去，可是又很容易被打下来，很危险嘛。对，然后中。喂，这个起身原地跳拆其实还蛮……我还……我不知道是我还蛮难想象，就是起身原地的，起身原地跳，起身原地跳，好漂亮。我是想要大绿线吗？这个赛也不错，我没看过哎。哇！对抗没有哇，西恩很干人哦。现在也不会打他了，他血量。现在等他自己过来啊，等他自己跳过来。二三，小兵小兵要扫到漂亮，这个中脚刀扫到了波动的起手式。Round two， 好，第二人。目前克里斯有两块，只有一个快满了。哇，这个中脚，缺满没有缺出来，可惜。那中脚要打康之后才可以再接清拳。哎，对。但我发现先退了很多。现在可一中脚跟那个，现在可能要想办法那个。插了打波。啊，没有插到，那可惜，那应该有机会。有，插到了。现在角落不要让他出去，对，不要让那个那些出去。好，摔两次之后，继续啊！哇，再限制，漂亮，可惜没有确认那个距离。我刚好切到最后一段，我双方的一个又再切一次哦。可是时间的资源已经快满了啊，没有意外带走了。这好像是最痛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TC 跑过去接个小神龙，再一个伊莎神龙，这种在暴毙的时候还可以用。嗯。Sony 这个双方哦，开场双方都没有什么大伤害，都取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哦。下来，我要看一下内许的那个气压怎么样。内许气压没有意外，哇哎呀，这个六六过去太甜了。推抗没有推到，打到被起空打到，漂亮，直接先抢伤哦，先吸耶，拔牙失败，失败的怨念，啊，你就是被阿扎，明明就是被查米打爆的，又不是这，现在两个人打爆的，哇，这个中脚，漂亮这个康，哎，难得这接的东西比较少，今天。好、哦，可是现在哇，克里斯气势满的哦！哎呀，漂亮！下中拳康克之后，下中脚抢三，抢三，抢三！好，西恩先取下第二局哦，克里斯有没有办法追回来呢 ？Round one， 你先，我走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刚刚那个距离，刚刚那个距离没有去挡吗？喂，可惜了，这个确没有确好。这个距离就不要，不是一差多的去。哇，硬点哎、欸！
先的那个脚到巨蜥才抓到。刀，那就脚到七公，脚到七公，脚到七公。两下，哎呀，这个时机好像没有抓很好。顺过去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他已经打了。然后反身回去，先的回合中脚。其实克里斯很少在跑，你知道吗？他几乎没有在跑。哎呀，还没有死。如果是一叉神龙，应该可以带走了。哇，可惜下来。哎呀，这个距离就没有差，可惜，可惜了这个距离。好，再接哦。看，光是挡着这三个东西血就已经快去了，莫名其妙就已经喷一罐在那边。哇，再磨一次。那个比全忘的还要无耻。看角色了，没有，我真的觉得那个比拳王的还要强。而且你想转就转，你知道吗？拳王还在那边后退，慢慢聚气，聚到我都懒交兵了。明天的比赛好像是下午一点到下午四点。我有脚到，我有中脚。这时候就跑过去抓死他就对了，克里斯。哇，克里斯。像我就跑过去抓他了。哎呀，这个最大伤害，吸了这一套，起头啦，剩下一点，一个摔有中，哎呀，可惜刚刚那个下段，哇，漂亮，这个前前摔，西恩先取下决胜点，西恩的决胜点啦，好，哇，这六六摔真的是很，唐德讨厌，这个不好确认。嗯，漂亮，下来，中拳 ，Sonic 中脚，流氓踢中脚，啊 ，B 比赛是明天喽，他是在台中，来转，双方想要目前持平哦，但是气条上是克里斯比较优势，好，那让内群好，先有很多部分都是。先有很多的部分用这个，哇，就是这一套，确认到不错。切，正义，哇，有康特，漂亮。恭喜克里斯，抢回一局，好，最后一局哦。艾米知道吗？灯。好、哦，哇！我真的很讨厌他前冲突，然后又轻拳下中脚，真的很讨厌哎。那许是半招啊，超级是半招。哎呀，这个前前没有招，痛啊！哇，硬按哎！那我怎么可能会在那种时候按这个啊？你看花一个气打得跟刚可能没有花气一样多，不要可能爆发力都强。到时候伤害应该会稍微下调一点吧。如果以我来看的话，又爆啦。开个气，这个吧，差一点，大概一个摔，点，完，不管啦，中拳就是点，一叉过去，哦，漂亮，这个反应，抓到了，吉恩再一次取下决胜点 ，Round Two， 这局双方气条量差不多，哇，爆，好赚，痛啊，一二三，红，红。不漂亮，这个对抗有退到下来，确认反应，接不到，再摔一次，快要晕喽。下段之后，哎呀，这个卷不出去。这个应该是要用旋风脚，是神龙拳，然后没有按好，直接暴毙出去。哎呀，漂亮，恭喜西恩。克里斯第三名。休息一下。一样。哎呀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休息一下。那个，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我们五点开打好不好？现在四点四十。